呢、啊？啊，按的不够，啊。要看到有这个。没有数字就要重按，哎，搞了半天。出来就表示没有录到。哦，那我现在开始，重新，重来。没关系，多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。就是要这样，才知道。所以你说在家里跟我这样子。口授的就没有用啊！口授没有用，一定要实际操作，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没注意到。有啊，重新 focus， 然后呢，那个、有那个功能啊，那个功能会重新 focus， 然后它出现了一个框框又怎么样？反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了，我也是没人教啊，我也是这样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吃。嗯，我妈妈以前就很喜欢吃冰淇淋，对不对，妈妈？对不对？她以前就很喜欢吃。我妈妈以前很喜欢吃冰淇淋，对不对？好吃啊！这个有鸡胗，现在那个肠胃消化比较好。15分就不行哈、啊。哇，现在太阳怎么照过来了？照过来，光影有没有更漂亮？画面有没有更漂亮？不错啊。光线刚刚好。嗯。
你说他进那个来是很大江啊，还是怎样？你要问我妹妹，我不太清楚。没看过有多大江？蛮，因为大小应该怎么讲？叫我妹妹描述一下，每一个人的大小的概念不一样。也许那我跟你讲，就请他寄到这边来。那你直接跟我妹妹讲，我就不想转来转去了。而且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她啊，因为我都不清楚，都是我妹妹在弄。吃到一半，剩下的我就吃了。嗯，你吃，你吃。